Yeah， 韩国的春夏秋冬，打算跟挚友和情人出游。如你尽情的享受韩国冬季的乐趣，请各位关注。首先，划船山祝你庆典，每年冬季独特的经验。冰冻的划船和山钻一个冰窟窿，山祝你冰钓。不敢滑雪，但又很想玩雪的人呢，那么可以滑雪桥，坐缆车到山顶，那儿有大名虽然的冰雪王国。这是部分司机的雪山乐园，大名 Ocean World， 玩雪滑梯或流雪，只让你一天都玩不够的地方。韩国的冬天，独特的体验，每年冬季过来玩，特别的经验。韩国的冬天，独特的体验，每年冬季过来玩，特别的惊艳。自然一束网格 LED 灯光，和谐相融的艺术展览，闪耀闪耀沉浸树木园，五彩星光庭院展，洋品草莓体验庆典，一边采摘一边吃武功海新鲜草莓的香味儿，而且还可以带走。冰窟窿上钓鱼，鳟鱼扑腾扑腾的活跳，捕获的鳟鱼现场品尝，每年冬季品尝鳟鱼节，各种水上娱乐活动，冲浪池、按摩池、玩水滑梯，男女老少蛮多的玩法，龙品水世界。韩国的冬天，独特的体验，每年冬季过来玩，特别的惊艳。韩国的冬天，独特的体验，每年冬季过来玩，特别的惊艳。